大家好，我是静静。听我们家里人说，这个地里面已经旱了，小麦给旱了。这不到地里面不知道，这一到地里面一看，你看这周围都正在浇地呢，三轮车四轮车全部都已经架起来了，都在浇。走，我们去我们家地里面看一下，这个小麦到底有多旱，旱到是啥程度。走，往前走一下吧，我家地在前面。这都是大的地里面了，你看这边三轮车四轮车都架起来了，那边是用的是那个木盆，这边还有人工浇嘞，俺那是属于人为浇嘞。真美，这地头长得可以是吧？地头这两轮子麦都出来了，这里边旱的都出不来都。你看地头都长得这么好嘞，一到往中间一去都不好了。带风，你知道？嗯，地图地图给人看嘞，地里边人一般不往那去。这咋弄啊？这看都发愁，我天，这大块。这是五亩地。这家这五亩地，这光买种几百块钱的，这不能看着就死啊！你要浇咱得浇。看这地图里长的麦头都长出来了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长出来？是咱上里面看去嘛？浇的麦子长的薄着嘞，你不浇的这麦头。长个出个头给个硬头了，多小一点，麦子子还小，麦头还小。你浇浇你，它这麦子大呀，麦子大，麦头还大。你那个长得麦薄着哎。是嘞，你看咱这麦叶，有的这有的还好一些，有的都卷了，要么你看这麦叶头都有变黄了。不是旱的吗？你看是，你看底下才旱的，你看往底下看看，看，啊，大来问底下还旱的黄的，看，还黄的，是吧？这不裂纹吗？这是土都干了，这边有裂纹，看那边的裂纹，看这叶子都变成黄的了。那你发现没？今年的麦矮呀，你看我好一个。哎，我知道矮，我这都肯定矮呀，至少矮三十公分。这不是旱的吗？这都没分上长的。以前在这个，咱的麦，这个、咱的麦还种的深一些嘞。一开始浇的时候，抬的抬不着都旱家子，真有旱家子，旱两回了这。那只能说咱没浇，那咱浇是咋弄的？浇啊！用嘴浇吧。那不浇吧，给它灌点油，灌油才能浇着。这不浇这能打多少麦呀？天天这打就不够麦种钱，我看来我看领着。没那么旱，咱家的看着还行。看隔壁的吧。我呀，咱家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看一下那个邻居的。这江里村还占着便宜的，要是都给他这江里钱旱菜呢。这是完是做狗日运了。能掐会算，你知道吧？也就大小的。这都啥狗日运呢？咱别旱那个样子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两边给上哈，这都地上高，看不？这边是咱的，这边是这样的，看咱俩还挺有余的。你看这样的。这是咱的。啊。这是咱的，这是人家的。看见没有？这是卷土了，卷土了，看没？他家的太卷了，全都卷住了。看全叶子全卷住了，看给旱到了，没看着吧？给旱到，我看着跟那啥，我蒙眼看，我就给提冒烟头的着么的。这样绕看，都那个卷住，卷的很呀，他这个。看不？这边是俺的，这边是俺邻居的，差距大。他的光种的有点浅，你看他这叶子干的也太多了。阿妈都卷上了，你看都卷上了，长叶子。你看它这底下的这个干叶子才多的，干半截了。你看，对呀、啊，还干还嫩呢，还叶子还给卷了。明儿个打电话回来叫麦，啥事没事这时候要。